个班的班主任。您是？我是方香香的爸爸。哦，您好，林老师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？哟，怎么哭啦？不愿意来幼儿园呐？啊？告诉林老师，我叫方香香，马上就4岁了。孔院长说可以直接上中班了。他呀，一直是奶奶看护的。最近奶奶回老家了，妈妈也在外地部里的直属机关工作，我也在飞行大队工作，经常出差，所以把强强送到幼儿园来常住，周末也不用接。哦，行，我们这个班啊都是4、5岁的孩子，有2个老师，2个阿姨。这个老师姓唐，马阿姨跟傅阿姨负责孩子们的生活。跟大家玩去吧，啊，不许哭。哭了啊！不哭了。想知道这游戏怎么玩的吗？这个游戏里边，李老师啊假装是大灰狼，所有的小朋友假装是小羊，小羊呢跟着大灰狼往前走，然后问老狼，老狼几点了，老狼就会说1点了，然后1、2、3、4点接着往下说，或者可以跳着说。当老狼说到晚上9点的时候，大灰狼就会转过身来抓住一只小羊然后吃掉。9点了，方香香，来，我看你这小辫儿。哟，谁给你留的呀？啊，小朋友来，快给我抓住，方香香。捡到小辫儿，唐老师就把小红花给你。哎，别动！错了，这边是右手，加汤举左手，看着我，握成拳头，这边握成拳头，好，吃饭不许讲话啊。爸爸，你不许站起来，举手。爸爸，你要干什么？尿尿。尿尿，可见你洗手前就没撒出尿，对不对？以后必须养成吃饭前上厕所的习惯，不许吃饭中间拉屎撒尿，知道吗？扣你个小红花，快点拿出来，快给我呀。
南燕姐姐放天枪还不会捉呢。自己床上睡觉去。王若海，站起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不听话，我就扣你一朵小红花，你听到了没有？请蹲下。我看谁还说话呢？听老师说，小朋友要养成每天早晨上厕所拉屎的好习惯，这样呢，可以把头一天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拉出来，肚子才不会有虫子。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
老师，于倩倩今天又拉出屎来了。啊，倩倩不错啊，已经坚持一个礼拜拉出屎来了。方强强，怎么回事啊？拉完了没有？李老师，我拉不出来。拉不出来算了，起来洗手。那会不会冲我小红花呢？小红花？这次就不扣你小红花了。不过你要保证下次拉出屎来，我就奖励你小红花，好不好？洗好手的小朋友，把手举起来，排好队。排好队的小朋友可以走了。李老师，方强强没洗手。方强强，你今天的洗手小红花没有了。一周如果七天都得到了五朵小红花的小朋友，下一周就当班长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小朋友得到小红花了。于倩倩，五朵。毛毛，四朵。汪若海，一朵。高静也有三朵。发发也有三朵。张宁生和豆豆今天没有小红花，那是因为张宁生今天又欺负小朋友，所以不能得到小红花。豆豆，以后要自己穿衣服，自己自觉洗手，好吗？嗯。所以明天所有的小朋友也继续努力。什么事，方香香？为什么我没有小红花？因为你昨天晚上又尿床了，早上不是自己穿的衣服。上完厕所也没有自觉洗手啊，所以没有小红花。班长怎么算？这样吧，明天你要是表现得好，唐老师就奖励你一朵小红花，好吗？还有，下次要再有问题问老师的时候，要先举手再站起来。好，坐下吧。于倩倩又得了五朵小红花，其他的小朋友都要向于倩倩学习。每天可以有五次争夺五朵小红花的机会，他们是不尿床、自己穿脱衣服、饭前便后洗手、按时上厕所、睡觉不说话的好孩子，每人一朵吧。一朵小红花，一周如果七天都得到五朵小红花。好玩。我有一朵小红花了。小褂子穿穿好，小褂子穿穿好，扣子扣眼要对齐，扣子扣眼要对齐，鞋子左右分清楚，鞋子左右分清楚，鞋扣系好才整齐，鞋扣系好。好，全体备好手，请坐下。
现在谁愿意上来表演呢？好，北燕、汪若海、毛毛，来站好，预备起。小褂子穿穿好，扣子扣眼要对齐，套头衫要注意，前面向下钻进去，裤子前后分清楚，一退一动才不急，袜子不用分左右，后跟在下好打理，鞋子左右分清楚，鞋扣系好才整齐。好，非常好，请回去。现在班里有许多小朋友都会自己穿衣服了，还有几个小朋友不会啊？站好，挺胸抬头，对，五指并拢，这不是做得挺好吗？可见没有东西是学不会的，知道吗？好，现在转过身面向大家，站好了。今天早晨是谁帮你穿的衣服啊？是自己穿的吗？回答老师问话要出声。不是。谁帮你穿的？张阿姨。大点声。张阿姨。为什么我们要学会自己穿衣服？我请一位小朋友上来回答我。好，李倩倩。小朋友应该学会自己穿衣服。你听见了吗？现在班里只有四五个小朋友不会自己穿衣服，我们会穿衣服的小朋友应该怎么办呢？帮助他们。好，那我们帮一帮不会穿衣服的小朋友好吗？好。好，谁愿意上来做示范？举手。还是你吧，于倩倩。强强，过来，看见了吗？自己练一遍。就耗吧啊，没人帮你，你什么时候练好了什么时候下来。我自己洗的手，为什么我没有小红花？方向枪今天还是有进步的，我看就给他一个小红花吧。不行，不能惯这孩子毛病。方向枪，
你要好好努力，听老师的话。
杨南燕，我亲眼看见你打北燕，你还撒谎，还敢跟老师顶嘴。你瞧，你们俩还真是亲姐俩哈，这时候还知道互相帮助。好了，都不许哭了。你们俩，每个人扣一朵小红花。南燕，干嘛要看我的笑话？我给你看一下东西。干嘛呀？南燕，我给你看点东西。是不是从李老师那儿偷的呀？不是，李老师不是扣你的小红花了吗？我想把这朵小红花送给你。小红花，不要。来接汪若海回家。哦，儿子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汪若海的班主任李老师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现在离接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呢。啊，李老师啊，汪若海的父亲啊，是咱们后勤部的副部长，工作特别忙，今天突然休息，路过这儿才接孩子。啊，汪部长啊。到咱们幼儿园来视察工作不容易啊。汪部长您好。您好。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。啊，不会不会，汪若海表现特别好，聪明，什么事儿都反应特别快。这个评比栏是你们老师们自己搞的吗？啊，是啊，他们啊。这板报画都是由唐老师负责的。搞得不错嘛。好好好好，看来你们幼儿园人才很多呀。这都是你孔园长领导有方。哎呦，不，老师们费心调教。那倒是。这汪若海，汪若海，看来你表现很一般啊。啊，他最近表现的还是不错的。不错不错。这个小朋友怎么回事啊？一个小红花也没有。这你们可得多帮助帮助他呀。那是那是。今天的小红花还没评呢，他们俩今天都有都有。爸爸，我想穿背带裤。你们该怎么评就怎么评啊，孩子们不能惯着。来请。这是我爸爸送我的东西，不许动，让我看看好吗？这是大人的东西，不许动，让我看一下好吗？好吧。
我也想跟你。这么长时间没人跟你玩，好吧，我推你吧。行。高达，谁刚脚吧你？哎呦，高高吗？高吗？不要了。怎样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别高了。快吗？快，别高了。不高哪成了？好了，别高。我们能玩会儿别的游戏吗？好吧。我们玩富商的游戏吧。好吧。白天我病了，你能给我吃药吗？哪有药啊？我找找吧。我们哪里靠找药？好吧，不要了。行。白天，我能给你打针吗？好吧。让男孩子脱你裤子，你傻呀？方家江，你给我靠上站好。以后记住了，不许男孩子脱你裤子，听到了吗？
立，向后蹲，七步蹲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管你禁闭。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站起来，快点走。不许说话，不许站起来。
可真是个人物哈、啊。哎呦呦呦呦，佳佳，哎，佳佳，你刚才你知道你做什么事情了吗？有大蛇妖怪要吃我。哦，那妖怪怎么没有了？我三天把它冲走了。吃饭吧。这小孩怎么哭了？心里都懂，什么都明白。唱两遍啊！预备，起！
马阿姨，方香香，南燕，你们俩去上厕所去，去南燕，去去去上厕所去。好，全体坐好。你们俩拉完屎以后叫我啊。Thank you.
成一只起来了。没有，这边有好花。小生病，生病可以不上幼儿园，可以吃好吃的，也可以让爸爸妈妈来看我。南燕，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生病吗？我跟你说一句话，我走到哪你能跟我走到哪吗？好吧。生病就是就得讲卫生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你听。跑两圈吧。南燕刚才做的是什么？不许说话，举手。胖胖，孔雀。李老师给大家学一种动物，你们猜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看着啊。不是你爸你妈生的，你才不是你爸你妈生的呢。你要记住，你姐姐已经被李老师吃掉了。不是吧？不是。往后，屁股后面也没有尾巴了。没有尾巴。那咱们就我的都没有尾巴。李老师的专职小孩怎么办？
去，我能在你床底下躲一躲吗？我怕李老师吃了我。好吧。风晶晶，咱俩合起来能打过李老师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将来就去打李老师吧。我不去，你也别去。我们全班也打不过李老师。你别去，他会吃掉你的。我想看看李老师变成魔鬼的样子。先把李老师给捆起来，李老师就吃不掉我们了。怎么捆呀？用绳子。我有些大，太短了。我也有些大，一个一个连起来不就行了吗？那我们去找别的东西吧。你的吗？不哭，毛毛，那你跟我说，好好说话。对，来，咱们说啊，告诉我谁是妖怪，好吗？哟，
真是不哭不哭。谁说的？谁说我是妖怪？站出来！谁造的谣？小李，谁又造的谣？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毛毛，你告诉李老师，谁说的？高进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不正，谁造谣？哎，小李，小李，别！三个就是咱们班的害群之马，你是坏头头，你是狗腿子，你最坏，狗头军师，什么坏主意都是你出的。你翻谁白眼呢？你再翻一个，你再翻一个，你就是缺打，父母不知道管你，就变成个小祸害，你再这么着，你就等着长大让公安局管你呗！你再坏，
就是太老实。你要这么着啊，你就永远让这些坏孩子欺负你。下次谁要是欺负你，你就立刻告诉老师，知不知道？现在，你们三个一个一个向毛毛道歉，从张继生开始。我错了，下次这样不这样了。说对不起，你们家大人没教过你啊？对不起。过去。毛毛。叫你了吗？汪若海。毛毛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不这样了。方枪枪，方枪枪，方枪枪，躺吧。你说什么？躺吧。你是谁？刚才那句骂人的话你是跟谁学的呀？没人教。肯定有人教，我们幼儿园没有人说这种话，这是一句多么难听的话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没人教，就是没人教。方强强，你是什么态度？这是幼儿园，你要守规矩，不许顶撞园长。我不想上幼儿园，我想上学。方强强啊，你不要认为离开幼儿园就是特别高兴的事情，其实幼儿园呀、啊、是你一生当中最幸福、最无忧无虑的时光，将来你想回呀、啊，都回不来了。等你长大了，就明白了，知道吗？关于方强强小明的禁闭，不许其他小朋友跟他说话，孤立起来。分枪枪打人了，告诉你不许理他，回去。小朋友都听清楚了，
方强强不听话，以后谁都不许理他。睡觉啊，好，听话，来，赶快睡觉啊。谁说你像的？你别不要脸了。我像狗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准许你和大家一起活动了。
Thank you.